那么接下来呢，台长就开始给大家看图腾。好，不要哭，不要哭啊！千万不要哭，千万不要哭啊！好的，好了，你要是这样的话影响人家了啊！你先能不能停掉哭啊？好吧，啊，听台长话，你看他不哭了啊。你们不知道的，他现在身上有灵性的，所以台长刚刚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你们看我是用平常语言跟他讲，实际上我用气场跟他灵性讲话的，大家听得懂吗？你以为叫他不哭他就不哭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号码都背好了没有啊？啊，好，下面第一个。啊，照顾照顾他，让他第一个来。好了，开始，好。师傅。哎。今天在场的是我的一位哥哥。哎。他已经好像很多年，七八年已经有这个烟鬼，他想跟你谈，我把那麦扔给他。我是他夫人啊，我也向你提亲，你给我今生做的。他是真冤枉。我知道。但时机到了，我要见他的生的普度众生。我要还这冤大冤深呐。请求观世音的大慈大悲，把我带出来了。这位新郎这冤深阳气快受尽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了。你讲给大家听。观世音菩萨今天把我带来清净台。他讲的那个语言是古代的语言，你们听不懂的，啊，所以他现在过去他那个叫张福成的人的名字呢，就是他这个魂啊，亡魂现在在他身上。我死了好冤枉。啊，他冤枉就冤死鬼，大家听得懂吗？所以我本来想稍微再看一看后面才出来的，没想到第一个就来了看。好，那个张先生啊，啊，张先生啊，你签他是季先生，啊，张夫人在他的灵，你不懂的，你不要解释，我跟他身上灵性讲话，还季先生呢，他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你听得懂吗？他现在身上是姓张的，张先生。听着，对不对啊？听见了吗？哎，麻烦。那台长呢？是这样的啊，那个观世音菩萨呢慈悲你，你呢是受冤枉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当时呢这个情景呢很长时间了，因为呢你自己也做过一些错事情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的冤屈太重了。啊。啊，看见了吗？他本身就报仇。菩萨的慈悲，这位善男，这菩萨之心，观世音菩萨一直在保佑着他。啊，要这位善男好好的修行，来修成正果了。哎，但是没有修成正果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啊，所以你现在跟着台长，跟着观世音菩萨，要好好修成正果，听得懂吗？好了。那么给你小房子180张，你觉得够不够啊？不够。好，300张行不行啊？还不够。我要360张。好。大家听到了吗？心灵法门灵不灵啊？啊，救度亡魂，救度现在，救度未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那么叫家里给你念，那么另外呢，自己呢再找一些人帮你念，好不好啊？好，谢谢。哎呀，那么你现在能不能坐到后面去啊？听台长、观世音菩萨跟其他人讲话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回来了，声音不一样了，听见吗？他的黄魂走掉了，大家多做见证，当场看见了。
台长就是来救大家的，我希望你们好好修啊。看见了吗？好了，他已经恢复了，看见了吗？啊，好了好了，好，谢谢你啊！你看，看见了吗？正常了吗？啊，所以啊，我本来想的后面一定有精彩的，没想跑上来就这么精彩。谢谢我们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。好，你看他魂魄离开他之后，他的声音恢复了他原来的声音了，大家听得懂吗？